学，叙述中国话，叙述中国话呀，朋友遍天下。长时间呀、啊！哎呦喂，快别说了，接接我！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还有这个！哎呦，哎，看，你们买了这么多，怎么全是衣服啊？哎，这条不错，这条好像不太大。是啊，我也知道，不过我这两条我都喜欢。而且两条一起买呀，才500块钱。是啊，啊，这么多？不多。单买一条要300，款式好吗？好，这东西好是好，不过太贵了。哎，那你这条裤子你打算怎么搭呀？要配另外一件衣服。哦，这里，看看，哎，好看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件，特别难找，我们都转了2层才找到啊。哎，你这件衣服啊，好是好。就是这帽子别扭，帽子嘛是送的啊，那不能戴也是浪费。嗯，不会浪费。哎，你不会为这帽子又买了件衣服吧？不会不会，苏珊阿姨也说不要买衣服了。嘿，还算明智。但她买了2件连衣裙啊，又是因为一起买便宜？不不不，买一送一。对啊，买裙子赠袜子。哎，你们买的东西是不少，可不用逛这么长时间吧？逛的时间不长，关键是走回来的时间长。那怎么不坐车哟？他没钱了。啊？哎，我怎么觉得少买了一件东西呢？哎。你买这么多东西，你还少买？啊、是少买了一件东西啊？什么？你的文具。哎呀，谢谢你借钱给我买文具。没毛小姑，你也借点钱给我买文具吧。哎，我没钱借你啊。我可看见了，你的卡里有一大堆钱呢。哎，那是我的积蓄，我等着急用的。现在就很急。你要是着急，你用你自己的。你不也给我存钱罐吗？哼，还说呢，都被我爸给借走了。那你就接着攒吧。哎，你怎么攒下那么多钱呢？这个简单呀，你平时就少买点东西，减少开销呗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我有那么多东西，我想买。那你就别带现金，你跟我一样，把钱全都存在卡里。哎，这个办法好，我现在去存钱。哎，啊，你还是等发了工资再存吧。哒哒哒哒哒！哎，你又发什么愁呢？还是钱的事儿吗？你不是已经把钱存起来了吗？没错，不过钱还是不多，只剩下一半。苏珊阿姨，你看我新买的游戏机。哎，游戏机好玩是好玩，但是太耗费时间。苏珊阿姨，要不咱们一起玩？哎，乐乐，你呀、啊、先自己玩，我跟苏珊阿姨正商量事儿呢。哦，哎，我觉得钱存在卡里比放在口袋里更方便花。我妈也这么说。嗨，这太难办。300，款式好吗？好。这东西好是好，不过太贵了。这东西。好是好，不过太贵了。这东西好是好，不过太贵了。It is nice indeed,
but it's too expensive. A 是 A， 是虽然 A 的意思。后边常常有但是、可是、不过的分句，表示一种转折关系。比如，这东西好是好，不过太贵了。苗，你帮我看看这说明书上边写的是什么？日语啊，我看不懂。你不是学过日语吗？学过是学过，可是早就忘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可惜呀，白学了。我们来了。有什么好吃好喝的，赶紧上。好嘞。这是我们店新推出的菜。味道还不错，就是太油了，清淡一些比较好。再尝尝这个汤。好喝是好喝，不过胡椒粉放多了，太辣。谢谢，你们的意见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怎么才能存住钱呢？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先有那个存钱的意识。我已经把钱存起来了，可是很快没了。你花钱的时候就应该有存钱的意识。嗯，哎，你怎么和乐乐一样就喜欢插话呀？嗯，我怎么和他一样呢？我这是助人为乐呀。那你是怎么存钱的？你把钱呢？放在取的时候特别麻烦的地方就存住了。可是你说这放哪儿能取着麻烦呢？哎哎哎，二位美女，我那个书桌啊，右边最底下那抽屉，我可以空出来给你们放钱，怎么样？哎，好主意，谢谢。哎呀，什么抽屉？怎么拉不开呀？那抽屉轻易能拉开，还怎么存钱呢？哎，这怎么有500块钱呢？哎哎哎哎，别动，那是我的。忙吗？什么忙呀？能不能把那个抽屉打开？你又要往里存钱了？我要取钱。不行，你昨天才嘱咐过我们要帮着你储蓄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又急用，我先买的那个手镯很快就要卖出去。哎，那买手镯可不算急用。哎呀，我这个也知道，不过那个手镯，好漂亮。苏珊，你要是想储蓄，就必须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。尽管我努力克制，还是忍不住想花钱。哎呦，我说苏珊呐，你脑子里边别光想着那手镯，你做点别的事儿嘛，你插乎插乎，这劲儿就过去了啊。那我能做什么呢？哎，我那个书桌那抽屉乱七八糟的，你帮我收拾收拾吧。啊，好吧。哎，这招灵吧？这叫转移注意力。乐乐每回找我要玩具，我就使这招，特灵。我去买我的手镯。你哪拿的钱？大伟的办法太好了，
打开上面的抽屉，拿到下面的钱。不带这样的。看来这招啊，只适合10岁以下的儿童。哎，你说呢？来吃水果。怎么了，苏珊？这么好看的镯子，快戴上吧，还发什么愁？我在想怎么能存住钱。你要存钱呀？我帮你存。哎，不行，您要是帮他存，他肯定得跟您要，您肯定得给他。嗯哼，那就找个地方存上啊。不行，咱家最难拉开的抽屉都试过了，没用。哦，哎，我有一个箱子带锁的，借给你存钱吧。那钥匙怎么办？哎，你来替我保管吧。我？你不给我钥匙，我就拿不到钱了。舅妈，哎，你还有钥匙吗？哎，就一把钥匙啊。哎呀，麦苗不在家，我也急用钱。哦，你用钱啊？那我先借给你，要多少？800。哎呦，那我现在可没那么多钱。哎呀！奶奶，苏珊阿姨她不干嘛呢？啊？她说要用钱。哎，她不说要储蓄吗？你怎么不拦着她？要是想储蓄，就必须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。尽管我努力克制，还是忍不住想花钱。哎呦，我说苏珊呐，你脑子里边别光想着那手镯。尽管我努力克制，还是忍不住想花钱。尽管我努力克制，还是忍不住想花钱。Though I tried hard to restrain myself, I couldn't help spending recklessly. 尽管我努力劝说，还是阻止不了他。尽管我努力劝说，还是阻止不了他。Though I tried hard to dissuade her, I couldn't stop her. 尽管还是汉语中一种很常见的句式。我们用尽管提出一个事实，用还是表示结果没有改变。麦苗，我看好了一双鞋，可是我的钱不够了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借给你。咱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尽管咱们是好朋友，我还是不能借给你。为什么？我要帮你省钱啊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不错，化验结果也正常了。刘大夫，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尽管你现在已经好多了，但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两天。别着急，安心养病。好的，谢谢大夫。苏珊，这个储蓄罐呢，是我们全家人为了支持你存钱送给你的。是吗？哇，太漂亮了！来来来，这个储蓄罐呢是没有出口的。啊！我还想买一双鞋。我已经把钱存起来了。但是你花钱的时候就得有存钱的意思。我的台词没说完，行，我先把话。尽管想克制，我忘了原点。